其实刚开始派几个片的时候呢，他们都是拒绝的，因为他们说要准备一下，又不想说几个片拍完出来以后呢，他们那个样子都喵很美，上次连零啥吃，所以呢他们说要准备一下。后来呢知道是我这个大导演拍的时候呢，哼，他们自我是很棒的导演嘛，所以呢他们就带着一起拍了一顿，感觉很舒服，还说来来来带着一起试试看，我生日你跟我说生日快乐，你生日我也跟你说生日快乐。